大哥有吃的。哎，怪了，有我。哎哎，干什么这是？哎，苏哥，孩子们呀，等我倒下，成为艺术品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啊，不要！哎哎呦！爹出门，吴干伟的艺术品诞生了。哎哎，小脸，你怎么了这是？一定要远离小子。哎，远离什么呀？哎哎啊！这鱼缸里是什么鱼啊？居然只有一副骨架的。嗯，并且在刺身便形象着吴干伟的胡子，这才是世界最高的艺术。